是直接用手拿着焊，冷焊接焊完后温度低，没有传统焊接温度那么高。这是1.0的黄铜圆管，这个就是冷焊接的点焊，有点黑灰，可以喷得掉。这是1.0的铝管，焊的时候要把第一个焊点给焊住了，形成一个焊点之后，然后再往下走。这是2.0的那个铁板，现在用的是大点流，看一下焊道。